呢，我觉得我应该要戴个墨镜，因为所以是男生要去打猎，你打猎的时候，你打猎完你才变男人，男人才可以结婚，小孩不可以的啊、哦。那女人要去学会什么？就是下厨啊，或是编织。对，女人是下厨跟编织。所以你们那天你有打到猎物吗？我们会下班前。我是打不到的。打不到。你拍婚纱照吗？哇，是第二天。我觉得是新娘大家最期待的。对，她超爱的啊、哦，而且他们一直拍她，我一直在旁边等。一直站在旁边。对，星期四。哦，你还知道是星期四，所以已经放在你那个 calendar 那个行事历。没错。那天，那我们班姐你会准备什么惊喜吗？哎呀，今年好像是星期三。你确定？我确定要拿出手机看一下。没有，一定要去标记一下，这样你才可以好好给老婆一个惊喜。到时候。相约幸福里，请道路这个爱情的圈圈。